好，我们看到现在男子选手第八位出场，0408，韩国的选手洪永熙 ，Welcome Taylor， 洪永熙 ，Representing Korea， Welcome。 首先呢，是我们的男子难度半决赛第八位出场的选手，后面还有10位选手。相对来讲，女子选手的进度啊，相对快一些。女子选手已经到了第11位出场的选手，还有8位选手没有出场进行女子难度半决赛的分拔。 速度非常的快，其实才1分多钟啊，已经直接爬到了进入3中心的部分。 接下来出场的选手，那这位呢也是日本的女子选手啊，在此次的预赛中拿是第2道的这位选手啊。 Welcome, female competitor. Haruko Kakuchi, representing Japan. Welcome.
看一下能否完成线路的通达，最后的几个动作，何永毅还在调整，哦，这个动作有点创意啊，看一下后面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